那超级漂亮，像在国外呀、啊。不好吃。先穿大衣。哇！江城柠檬茶。哦 ，Vero。角度谁喜欢？哇，叔叔，你吃完这么多啊？对啊，这狗狗有眉毛。最好喝的凝聚。嗯，真的好震撼。是蝴蝶，蜜蜂，很好看。这边只有三只。哎，这很适合你。我刚才在帮死神拍照，结果这边运动员拍照。儿子，你们请吃饭。那个西北拉五斤。哇！我们到了，那么母。这边超级漂亮，还有低消哦，哇，超级漂亮，很多人在这边拍照。哦，这边就是屋顶，哇，真的很漂亮，好像在国外呀。这鸡块真的很好吃，嗯。都是三明治，吃这个好不好吃？我现在好多菜哦，好烦啊！你吃个生菜好久。我不喜欢生菜。你不喜欢生菜，那你喜欢菜肠油？这个 Donut Sandwich 满分给多少分？六分。这还不错的及格了。嗯，蛮好吃的。嗯，可以小粒一点。是是是，它的 mayonnaise 特别好吃。嗯，嗯，不好吃，差别待遇。两台鸡，好吃，不好吃，鸡排我想说不好吃。No。我给常用观众点福利，主持人观众没看。喂，越来越多人了，我们去拍照。外面好漂亮哦，还有那绣球花。太阳。哎呦，没有，人比花漂亮哦。啊，如果要拍你的脚哦，可能拍不到我嘞，因为我出去。那你出去吧。那确实。喂。鸡。啊，这边很漂亮。所以超多人拍照，很好看吗？要吃原本的好看吗？对啊，还是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吃？不要。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地点，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打卡地方。而且我们这两个 cafe 的名字哦，都很像。像呗。嗯。那个叫什么？那是以花闻名观鱼兰，另外一个哦。叫 Blue Concept Cafe and Farm 观鱼兰，都是观鱼兰。我昨天就想说，我是不是？红姐。哦，底下的地方也是很漂亮。你默默答。非常勇，真的很烦。我们到了一个叫 Blue Concept 的地方，好像要上到九楼。这边地方也是超级无敌好看的，它是有很多小区域，然后每个区域每个风格不一样。就在这里。这个广告牌已经好旧了，它是有草泥马的哦，希望等一下可以看到草泥马。是这个吧？哦，它这边的风格有点不属于这里。对，你还早。你看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感觉，真的是物流公司。然后它的地方在九楼，在这里蓝摄影基地。今天穿大衣，这边倒很冷。很热，我想把外套放身上。闻到了，哦。关于人，还在上一个，那个楼梯。这里太早啊，出生。你找咖啡厅跟我去看咖啡厅。好像秘境哦。对，这个是工厂区的。真的，哼。宝宝，我们又要收一个低消，今天好贵哦。这边有那个88一个人。这个送的。是周末没？238，可是88我。问一下各位，我们离开了，因为楼上在装修啊。我们从刚刚那边过来搭车，搭了50块人民币，好贵呀。他就讲他们现在在换风格，因为他其实算是一个摄影天地来的，所以他一直会在里面装修不同样的风格。我要拍的风格那个已经被装修了，就是这个啦，你看到吗？很好看，它全部那个落叶
超好看的。哎，没关系啦，只能这样了。他说装修到3月20号这样子。你应该去问他吗？有，我刚刚有讲问他。上次我问他。没有，给他们知道啊，给他们突然要来嘞。所以20号过后，如果我觉得可以放影片的时候，应该是3月20号。对，就可以来看看有没有这个地方。我们就随便找一个附近的 cafe。刚刚这边看小红书好像蛮漂亮。他们这里蛮流行在大楼的空地，然后开 cafe 办一些要搭棚的那种摄影的地方，我觉得蛮聪明的。今天走什么运？两边都没开，狗屎运，太可恶了。我们买个小吃去海边，海边不可能没开了，但没开，就打你。我们到了，我们刚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其实我不太敢睡，你知道吗？我怕司机带我们去荷兰。我们好像要去的是下面这里耶，走路快点，好漂亮。然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有手吗？很漂亮啊、哦、哇，全比熊很美耶，真的，我说你很美。哎呦，算哇，我们现在坐在一个小餐厅，这边海边有一个小餐厅，叫一个香橙柠檬茶，蛮好喝的。嗯，嗯，好吃啊，你厉害哦，蛮好吃哎，嗯，哇，超美。鱼肉，你好看，你要去玩谁喂？你跑下去跑上来，要，行行，你要追他。No no no， 这角度谁喜欢？我帮你做一个粉饼。那种很快的感觉、欸、我跟你秀一下佩奖的那个五万赞的 framing 佩奖的不没有，不要这样。大家觉得 framing 好看吧、欸、这个 framing 好看没有？什么、啊、自己看的呀，那颗头像鸡蛋一样不好看。我们要吃的是这个文和友，这边是我找到深圳，然后他们推很推荐的一个小龙虾店。我们到了文和友龙虾馆，在大陆都是扫码点餐的，扫了这个码然后就点餐，叫了两个口味，一个是香辣，一个是招牌，然后就没有叫其他的了。感觉很好吃。今天我们就打算吃小龙虾。对，你也点虾菜哈、啊。其实 OK 啦，没有很大啦。我叫的是虾尾。哦，难怪这么小。嗯。把它看穿。要等这个人拍照。喂。我们现在好了，他人奇怪，我们不要吃，我们先打包一下。都看了，我都不小心。把手套戴上，先吃这个招牌。这个什么？这是香辣，我们这个是招牌。哎、欸，它香辣不错哎、欸。哎呀，哎呦！嗯，哇，这个好辣呀！这么小个肉而已。嗯，哇，叔叔，你吃完这么多啊？我还没开始吃哎。你不要被夹起啊！可能你快点吃完，就是为了拍这。你想要拍的好看，吃我们家那边吧。
看后面的建筑物很漂亮，哎，霓虹灯超多。刚刚食物好吃吗？我觉得这个算好吃的东西啊。我是觉得好吃，而且它很入味，我是觉得很好吃。我们可以慢慢 explore 更多小龙虾。天啊，这狗狗有眉毛。怎么会有眉毛？很可爱啊。他坐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就在高铁站，因为我们打算呢，今天换一个城市玩。今天我们会去广州。听讲广州是一个很好买的地方，所以我已经很期待。然后跟大家科普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是在那个西城买票嘛，然后西城买票呢，你是不能填错任何一个讯息，因为我刚填错了护照号码，所以呢就重买了一张。因为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铁路的 APP， 那个铁路 APP 呢，我觉得只能本地人用了，因为我用了什么方式登录它都不让我进去，所以呢我们就直接买了新的一个票。所以大家买票的时候就要一直确保你的讯息是对的。我们等一下是1:48的车，开心，今天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城市玩这样子。但是 APP 订车真的很方便，刚刚浪费了这个的车票，可恶！不然现在我们已经到了，我们要去检票啦！呀，大哥，真的是满满的，那小熊可爱不？我也要发。不可以，现在是不关关我。可以。这个下辈子。他们的高铁真的是超级多，厉害吧？一个手推两个行李箱，六车厢，他插队。现在我们终于进来我们的酒店了，这间蛮小的，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。对啊，第六楼下一堆吃的，楼下就是一个在广州很红的叫步行街，里面下面全部都是吃。我去广州最红的步行街啊，你们到最红就是很方便，就是有一个算热门点之一这样，其实很小。这边的步行街看起来也有点像西门町那样。嗯，然后这边的洗漱，这里是厕所。行啦，算好 OK 的。还有一个全身镜，还有吗？还有一个帅哥。哇，好无聊，你开机就是为了你讲这个。我们到了第一站，广州的山东口这里。这里的话呢，东山口啊，东山口，我自己。东山口啊，就是这边都是很多潮流潮牌，就是中国自己的潮牌。我是想去看一下他们实体店面到底怎么样，学习一下。我们现在 input 看起来这边是有钱人区，你们看，喂，这个这间美了。你看大门，哇，两个我。很厉害，你们现在走路进去。再来吃晚餐，人潮比较少一点，刚人潮太多，有点难呼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吃越南餐，太多人了这里。哎呀，这个桌子都不够放吗？东方很好吃。我们又买了我觉得最好喝的凝聚，真的很好喝。我觉得刚刚的食物呢还好，没有到非常非常好吃的那种，就是普普啦。我还是喜欢中国比较重口味一点点。这边的佛寺超级无敌漂亮，这叫大佛寺。真的好震撼哦！不知道怎样用肉眼跟大家讲这个庙很震撼，人又多，你很好看。我现在进去了，天哪，太好看了吧！我们要来拜我们最主要的，对，最重要的呀，最重要的财神。
早安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要出发去很远很远，车程要一个小时半这样子。我们要出发去天人文旅度假地，天人山水景区。他们那边就是讲，那个是一个很像宫崎骏的小公园，真的很漂亮。然后有一个地方很像你的名字的步道这样子的。今天早餐点了一个巧克力摩卡，蛮好喝的。我们来看看蔡长勇会不会一连七天都在喝宁记。他就在我们酒店楼下。然后他送了我鳄鱼，这是鳄鱼吧，不是恐龙。我决定要开饮料店了，各位。好喝。我们到啦，现在要去买票。你后面超多。还是我们跟他一起。我们来到一个世外桃源。可是今天天气也是很糟，没有到阴天，但就是不美的那种，不是那种蓝天大太阳。哇，很多蝴蝶耶！哇，这边都是那个白色蝴蝶在上面。哇，这边有好多太阳花哦。哇，耶，很开心耶，看到这个蝴蝶。哇，很漂亮耶，那个白色蝴蝶。现在是超级春天赏花季，3月8号到4月21号。虽然讲我们这次来中国呢不是特意安排的，但是我也是很推荐大家在这段时间来，因为呢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都是因为现在是春天，它的花开的特别美。我们之后也会去一个地方，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樱花季，然后这里呢是需要买门票的。其实我看小红书有两个东西啊，他叫你给他门票，是不是里面有很多东西还在另外付费啊？所以我在想这个套票是一次游玩项目还有餐券。天，原来这里这么大的啊。有水上运动中心，会是的，我觉得是很多东西。看一下游玩，旋转木马也有，泳池也有。看看，本来我们要去柜台买票，98块人民币一个人，然后那个柜台直接叫我们去美团 apps 买，因为才50多块一个人，他们人真好，直接是一般的价格。呀，我们订到了，结果用了一个人56人民币就买到了。对，美团真的比较划算。谢谢。好方便哦。没有想到里面那么多人哦。对，像乐园。哎，它最美是那个，最美那个，人家拍照了。对对对，那边是最漂亮的。可是天气，就是这片草地啊，拍起来很好看的。可是今天的天空，我的天啊！现在从这里走上去，很难走一下嘞。他们直接躺在地上。摄影师来了。中间，你在中间。自拍吗？哇哇！来。蔡长勇真的是社牛。看起来很有市场啊！来来来，3、2、1，耶！谢谢。帅哥帅不帅？真的好像韩国明星。我叫救国。我们选在这里拍。之前搭车都要给钱单程，各位真正消费票这边玩什么票价都有，都要钱耶，很好赚，真的。能唱哪首歌？眼泪偷偷的哒哒。哎，没听过吗？是黄飞鸿歌吧？我不懂，你的年代怎么越来越久耶？哎，你们这种年轻人，我要坐这个接驳车。我们第一个地点选这里拍樱花的地方，但是还有很多人，等一下。终于导弹没有人了。其实这很危险，一下，因为有蜜蜂在那边。3、2、1，有没有？哦，好像有哦。跟大家讲，这里的樱花哦，是真的很多蝴蝶、蜜蜂在那边，感觉就是很新鲜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蝴蝶，蜜蜂是在后面。哎，这边哦，它给人家有点像在修行那种感觉。它这边放的音乐啊，然后整个氛围啊，很像你在修行一样。两个人感冒了，看不到啊，这样小一个。可恶，那个雨越下越大啊！奔跑吧，孩子！啊，生气。前面是花海，哇，很漂亮啊，这是郁金香哎，这里全部都花。啊。变落汤鸡，我们来哦，一个餐厅避雨，看起来像是我包的场景。我们叫了糖水跟一个葱抓饼，是不错了，没什么东西啊。嗯，很上口哎。好，蒸面粉。嗯，给你们看我的木瓜雪耳汤。哎，给你们看这个炒汤，有些马莲糖。切片切片，这木瓜雪耳真的烫。
没有夸张。啊，下不了口。我觉得蛮好喝，人民币16块。是什么鬼天气啊？我们还要走楼梯下去，很大雨现在。你下得去没？妈，你下得去耶？这脚不好，我不可以这样子玩。哎，今天可太难过了，天公不作美，啥都没有拍到什么。对，对，那个好看的是华超，就这样而已，人家拍到超漂亮的，这个也是大长风。哎，整个园区没有人去哦。哦，完全没有人了。我们坐了1.5小时的车程，花了190人民币。我们决定搭一下这里的地铁回到我们的广州市。我要死了，这不我再吃不出了。是我们第一次买地铁票，其实地铁票好便宜，9元吧。哎，我们这样子这个返点票，哎，出来。那我是跟着那个高德地图来看我要走到哪里，然后这个地铁呢，它每个都要做安检的，这样。哦，跟台湾很像哎，是啊，这边也蛮仔细，还有跟你讲要坐什么方向，然后就这边，然后你要坐几站，然后哪站出都好仔细。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要只坐滴滴，然后搭这种像捷运这样的地铁站，其实是蛮方便的。哎，坐很快哦。那个人好可怕，很多人啊。我们现在吃这个瓜串串，现在大陆哦，你只要扫码就可以排队哦，超方便，然后可以去任何地方。没有，这是我们换邻居，我们在酒店点餐，下午拿过来，对，超爽。它是一个一个这样子拿菜的，跟每一家都很像。对，这个应该要吃辣，点中辣而已。我是想说的冰粉，嗯，好喝，有点气，点了虾滑，好肥美哦。然后这个是木耳哎，还可以吃到木耳哎，我很爱吃木耳。嗯，还有它长得香吗？知道。嗯，还好，虾滑。嗯，好嫩哦！它的宽粉跟这个什么细面，你们看我们叫的，我们叫了好多，开吃！饿了。嗯。每天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。我去给谁呀？厉害！世界是座城堡，管你是否听得进去。让我认真的看见。哎，你在这唱还是难听，人家已经高丽唱了。各位早安，我们今天就到另外一家咖啡厅了。这个咖啡厅是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觉得中国这边很流行，就是自己内搭，自己建一个咖啡厅，就是不同风格，像你来到另外一个国家那种感觉。我们今天就是要去这个类似在像美国的一个咖啡厅，可是每次我们下车的时候就会感到很疑惑，因为这像那个咖啡厅会来的地方吗？这是那种好像自己走错路一样。我们这次要去的是The Row的一个 cafe， 你讲它像什么？美国的那个叫什么？很像美国大峡谷，还要建一个大峡谷这样类似的东西。等一下带你们看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奇怪，哎，为什么它会在这里附近？真的很不像。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是啊，很乱。有吗？哇，那个招牌也是超厉害的，我给你们看这个招牌，你根本不会想到是在这里，看到吗？你们看到那个招牌了吗？看不到吧？它在这里。地方也太特别了吧！好好好，感谢。那要预约哦。没有做好功课要预约。这边有谁要预约？谁？我就问他是咖啡厅吗？哦，是要探店吗？探店哦，对，因为他就是预约探店，然后是81块啊。对，哇，很厉害。这个探店刷新了我对咖啡的三观。真的很厉害耶，超漂亮。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像美国大峡谷的地方。它场内的家具也是很漂亮。带你们逛一下外面，超厉害。
像在另外一个世界一样。这里是很多杂志拍的地方，我刚刚有刷到，它整个像荒郊野外。等一下我们再出来拍拍照。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来这边 cafe 拍照呢，记得要提前预约。他们这里的门票是80人民币，然后再加还是内含一杯饮料。这个饮料80块，你就可以错了，马币60块一杯。对。但是为了好看的照片，我觉得可以过来看看啦。怪不得没人来。大家都知道现在总是没有来。那我只能讲话大声一点哦。我叫的是柠檬酸梅气泡，80块。在场有的80块。应该这边是。要再做一些新的景点，他这边规划的就是一个区，就是一个拍照了，每个地方都可以拍照。这里两个面包，一个是海盐的，感觉就是那种牛角包，还有在上面点了一个，他很喜欢吃芋泥包。拉菲特还比较多料，还行，今天很漂亮，截图。我们去外面拍照。各位超级出片的，这里拍起来是真的好看的，很好看。这边总有3个石头，来，白石、灰石、红石。好，我们来拍照哦，怕天气不好。那他老板应该是老板，老板说。就是他们在装修，大概下个月4月就会装修好。如果你们想要来的话，可以来看看，我觉得到底装到怎么样。我觉得如果你们可以打电话最好，问他有一个装修师。对对，我们真的超学去的，可以来装修。可以用那个高德的地图打电话来。各位，我们又来了。昨天我们其实来的地方叫做时尚天河，因为昨天。我们吃完饭要来的时候差不多要关了，然后里面又有很多很多东西逛。其实啊，这里不止一个时尚天的，然后隔壁好像是什么天的什么什么广场啊，很多拎在一起很方便逛街、啊、对，然后这边很多人就讲哦会迷路了，可是他的衣服有点小贵 啊这边算小贵，他写什么买一送一，结果是300人民币一件。对，这边算贵了，就比较烦。我们现在有点小二，这边很多东西，有卖衣服啊，卖美妆啊，有卖一些小吃啊，也有餐厅。我看那个小铃铛 pop up store 想买回去。哦，对，我们经过的时候看到一个小铃铛 pop up store， 不要来，要回去啊。我们吃点小吃的就好。妈妈档，这边很多吃的，这边还有类似像 food court 的地方。哇，超多选择。然后鸡蛋仔呀，哈哈。不知道什么？广州目前是中国，我看美女。最多的地方，然后就会打扮很多，真的。怎么会留一只？为什么？哇！一直路过，我以为我看错了，就看到白白色，不会真的是。可爱呀，这样子路过就看到一个草泥马。身体跟头中间就难控制。喂，感觉有机会哦，是有机会的吗？这个人哦，他就是受不起别人的诱惑，看别人加很多，所以他就拿来买了。摔啊摔啊摔啊！哎，加错加错加错！喂，有啊？哎哦。那边有机器，你用了很多钱好不好？欸、你要夹头了，你要夹头了。可是里面也是夹尾巴。是卖夹头吧？喂、欸啊？要夹身体，要夹身体。现在是要夹那个靠近发部位，就是夹头。我在看人家教学一下啊。为什么还有教学？夹屁股啊？我觉得我要夹屁股了，是我会。对对对，感觉有机会。哎、啊，我就哎，有保夹是吗？有，这是保夹。哎，我怎么不懂？这怎么感觉像保夹？
怎么可能？这是技术。没有，是吧？不是吧？我想要加这个露比，感觉很 Q。看你的技术到哪里咯？哎，这个应该蛮容易夹，这个前面的。夹头。夹身体先。加油好吗？哎呀，那么多筋，我不相信你啊！摇一下，摇一下，按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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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跟你说夹屁股，厉害呀你！差点忘记了，好容易夹。我觉得它有保夹耶，就是不要让你太失望那种感觉，因为它的架子到后面哦，它会抓很紧很紧。他刚有讲哦，那个娃娃好像在哪里换？可以换。这个可以换更大，或者是后面有台是可以推起的。要找哪一只？我要红色的，我要拉下来了，不是？你再看见我的技术？哎呀，要出来哦！这轮你还不下来？再甩进去，等一下。啊，夹得好啊，这轮。哦，屁股，屁股，屁股。我们请他放红色下来。嘿嘿嘿。第三。波波，那可以成功喽！哎呀，哦，妹妹啊！哎呀，很成功了嘞哟！这应该要夹头颈项那边，摔啊！好吧，啊！我这边保夹，因为哦，我夹很多次。哪有啊？我夹它六七次以上就会有了。我六七次啊，夹耶！后面后半部。这个保夹，我觉得有哎。它可以洗哦。嘿嘿嘿。对。玩什么夹？四个了，我们不知道玩什么了，我们玩这个。哦，这个超像赌场啊。你很厉害耶。哦，没有。其实不用进洞，好像也会下去那边。哦，对啊，你是大富翁哎。哇，你蛮厉害的嘛。这个没换什么东西哦。换很多哎。哦，好爽好爽，他很厉害你哦，去参战，去参战，不要不要。我们刚刚吃暴露，我们吃了哪里都有的寿司肉，就是唯独马来西亚没有。我们真的很希望寿司肉可以开在马来西亚，很好吃很好吃。决定好，我开寿司肉，好吃。每一家店他都要这样子讲，希望有很多有钱人还是有人富豪，求求你们去买寿司肉的那个 franchise， 拜托拜托。要买的时候可以教一下我。拜托拜托啊，求求你们啊。这个龙你蛮美的。看得到吗？我们走龙的身体过。龙龙龙，龙龙龙龙。龙龙成龙，李小龙，还有什么龙？我不会剪的。还有七龙珠。来啊来啊！耶，作弊的。早安，我们今天要去穿古装。所以我们一早现在八点，哎，现在九点了，我们就要去到那个宝墨园那边，超漂亮的，就是充满古色古香的地方。这几周到四月一号，我记得它就会有类似古装展，就是很多美女会出来呀、啊，表演那种穿古装。是周末还有，是每天？周末才有。到四月一号啊。然后刚好这期间也是樱花季，虽然他们讲樱花没有去年好看啊，不过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有樱花。然后我现在呢是擦了底妆，因为我有点害怕给别人上底妆，或者自己画底妆过去。各位，我们进来了，因为我提前在美团买票会比较便宜，一个人48元而已。然
后现在我们要去到那个租汉服的地方，要再慢慢带你们看这边的风景，真的很漂亮。我们直接来到了一个汉服体验，很多选择。那这边有帮忙穿衣服，所以不用怕不知道怎么穿。阿姨说我们这个是春秋战国的衣服，战国袍，战国袍。我帮蔡长荣选了一个需要用长头发的，他会整个大变装哦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而且推荐大家哦，一定要早点来，因为他们人一多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汉服抢走，好看的话就没有什么选择。开始弄头发啦！帮古装啊，美女！他现在在捞男客了。突然就高了个三公分。各位，一二三。哎，其实很适合你耶。阿姨要帮我调一下。大姐要帮你调整一下姿势啊。来的。116，好耶，这是我的妆照就好了。真的好看耶，哇，那头发真的超厉害，我这个没头发的给他都让我头发这样多的不可以。 Let's go 去吃早餐，看一下你的帅吗？公子哥转回来一下，我也是有三指，但我伸别手拿。你看公子还要帮公子拿东西。对啊，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妆容跟头发造型还有服装呢，那阿姨说我这个是比较贵的，对，我用了288人民币，然后我要加了一个假睫毛68人民币，所以我这整个288加68，288加68，356人民币，然后我们两个蔡长荣的呢价格是288，所以我们刚刚给了600，354，因为我也还有假睫毛，其实它妆很容易而已，可是我不会画那个精髓，它很快嘘一下子就给了。我们现在找早餐区，有点饿了。这里真的很漂亮，这个是我来过中国我觉得啦，第一美的地方啊，现在我们 explore 的地方都还没有很多，好不好？讲到重庆我觉得没那么美，真的太美了，中华艺术气息啊，那个重庆就是那个 building 嘛，很漂亮，你看这里，哇！而且现在这是樱花树哦，现在开的一点点而已，其实。然后这边里面呢还有一些美食街，可是很多人都是建议在外面吃比较好，比较多选择。我们吃鸡蛋仔。其实讲真的，我的头很重哦，很重，我也是很重，重到我一直要往后倾。以前的人真不简单。现在还有鲤鱼可以喂哦，开始表演啦。拍照，结果这边一堆人在拍照。我能照你吗？啊，能照我啊！这个姿势可以吗？照他！哇、哦，全部是大炮呢，专业摄影师都在这里了。好了，谢谢各位，如果来广州，一定要来宝墨园，真的是太好拍了。就是每一个背景，每一个地方都是拍照景点，真的好爽，值得。而且我们这整套虽然讲蛮贵的，但是也是很值得。但是我们可能只会来这个宝墨园一次，所以我觉得要换一个古装，而且我觉得蛮值得，很好看。真的，一生一定要来玩一次。小娘子去拍照啦。我们现在来到玫瑰园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那个玫瑰开超大颗，哇，前面这个很像
水联动的，叫盘龙洞，好漂亮哦！我们刚刚经历了心惊胆战的事，还好已经解决了。真的没想到可以找到，真的来到这里可以找到附件的手机，真的是。这个是我2024最幸运的事情。Impossible 的 possible。我觉得现在这个地方哈，打伞的人是5000-1万的。对的，太可怕了。但是呢，我找到手机很开心，我们买了鱼饲料，我们要去喂边边的鱼，想要拍一个。战国美女无所事事，然后在那边喂鱼。等一下，我的裙很长，我不可以撸着，我要提着裙走。这个角度还行吗？你们喜欢吗？不可以哦，我什么样子都喜欢哦。你看，这是现代的人。我指令们，请吃饭。保家卫国，富强富国，我们要好好的打战，不可以失败。是不是有病，各位？吃吧，孩子。我们在这宝墨园拍到七七八八啊！不要走先，我们就一张侧面拍一下。我本来还想做结尾啊。其实书生跟我讲啊，昨天讲哎嘛，这地方来两个小时拍完。对啊，我们就讲两个小时就完了。哪里知道我们拍了6个小时？这个太多好玩的地方，太好拍了。给各位我们的宝墨园拍到七七八八，拍到很爽，有没有很爽？它是我来过中国最美的地方。哎，等一下被炮轰可能不是最美。对我来讲啦，因为我们去过地方也不多。对，今天真的是很开心，拍到超多。就算天气不美，我觉得也是很出片。是刚刚好。啊！又要拍了，各位，快点拍。哎，这边美耶！找到一个宝藏景点，因为这里对完全没有人，我觉得那种金色，对，好像很开心，因为下雨了。我以为我们拍完照，所以我们很开心，开心拍完照啦！桃花朵朵开。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IG Reels 哦。对，我们拍了很多，超多。还有就是哦，我们今天体验了古代人的一天，真的是蛮辛苦的，头发又重，裙子又长，要小小步走了。我小时候的梦想，你知道小时候看很多那个武侠小说啊，还有武侠电影啊，连续剧，你都会想要扮古装。是，然后呢，衣服又难穿，又很多层哦，哇，真的是不简单。以前的人，现在我们穿一个衣服啊，裤子就可以走啊。他们要折来折去，要叠穿，要这样子比较好看。搭配那种头箍，哇、哦，敬佩！好，也是还有现在演古装剧的演员 ，salute。是的，古装剧演员他们的头发都更重浓吗？更夸张，更黏了。嗯，姐姐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呀，我们回来了，玩好久了，玩得开心的。你好。哇，你们很忙呢。哎，是啊。好忙哦。是我们第一个客人，所以给我们带来的。好可惜，舍不得呀，舍不得啊，都可以买回去啊。哦，买回去了自己也不会弄。嗯，下一期来过，好，欢迎你们。会会。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家楼下吃，结果今天意外多了，对，比前几天多很多。真的，刚换上去换一个衣服，因为不想弄臭自己的衣服，不想弄臭你老公的。幸好我够多衣服，因为我们打算回来吃嘛。然后这里已经是这个地方最推荐的。怎么了？啊，其他他们没有推荐那个越南茶，但我们吃过了。没有人能推荐？没有推荐吗？可是它很多了，嗯，排队很凶，可是还好。我觉得还好。这怎么了，大辣？特辣，害怕吗？害怕一点。嗯，如果不知道是这家店没有人，还怎么样？他很多菜都没有了，就是很火的菜，像有一个熊猫的竹子面也是没有了，很多很多很红的菜都没有。那现在才6点，吃饭喽！我点了一个特辣，不知道这个辣会怎么样？闻起来还好。它应该是越煮越辣，我猜的，所以现在应该没很辣。看你的表情，我一眼看出它不辣了。是，还好。嗯？怎么了？刚刚你讲了，要越煮才会越辣。OK。但是这个辣是很香，算香。来看看一下师傅讲的辣不辣。我猜，错的。哇，完全不辣。我觉得它羊肉超好吃哦。
哦，因为它这个羊很特别，它是什么高蛋白质羊肉，就是比较少肥肉，很有嚼劲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朋友，他开始下清汤了。不辣。这样朦胧，妈看不到你了。这个放肆人士。哎呦，我要减肥了。你看看。我这是焦糖，这个果冻。哎，人家店长推荐的，你要吃的吗？为什么你好像陷入沉思？又要焦糖哦，有点苦苦，我在讲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好吃哦。很好吃哦，它不是死甜的焦糖，它就是那个焦焦更好吃哦。耶，早安！你可以不要硬弄哦，但是我还吃面包。他又在买那个两个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到一个中式咖啡。对，它就是很古早味的咖啡，然后下面呢可以看到类似古城这样子的，这个叫做英雄城吗？然后上面是开满的木棉花，给你们看，这个就是木棉花，很漂亮。这个人又在买昨天的牛角，它就是热腾腾的，刚出来，刚出来，温温的。要吃一个，哇，居然好吃好多，好醉。我们到了这家咖啡，要去到楼上，可恶，半个钟才可以进去，太多了。其实这个咖啡很小，它就是一栋 building， 然后它上面排下去就是那刚那英雄城，而且聪明的来逛逛景点做生意。它这个不管是不是叫英雄城，但是他们称它为小故宫。它这边拍照好看，今天刚好阳光一进门。就来这里就是要点这个传统的酒壶这样，然后呢我叫了一个 Oreo 酒，太好吃了，普通吗？真的蛮好吃的。天哪，没有做好功课，然后提前来到这个新文化馆，结果竟然满馆了。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旅游景点会限人数，因为这礼拜天了，可是里面其实还看起来很多位啦。好可惜哦，这边也是蛮漂亮的。教我一件事情，不要太临时。他们讲什么 ESFP， 总之是 FP 的人，就是完全没有计划，就是提前一分钟想要来这里就来这里这样子的。哎，吃闭门羹了。这个地方拜一个拜六没有开。哦，怎么办呢？找下个景点，找下个菜。人生就是有很多变化，外面也是很多一堆跟我们一样进不到的人。书生现在找下一个景点，难道我们要去咖啡厅呢？不要去咖啡厅。没有，今天我蛮帅的哦，帅哦，帅哥。哎，叫谁？叫我。呀、yeah ，帅哥。哎，怎么了？哇，你真的是帅哥哦！好，你叫我帅哥就可以了。真的是帅哥哎！谢谢你。他真的被叫帅哥，他爽到他。哇，帅哥！他有多脏了，帅哥。好，谢谢亮仔，谢谢亮仔。再见了，被认证了。刚刚喊帅哥，帅哥，没想到真的叫帅哥。我以为他是要叫我坐计程车什么，帅哥在搭滴滴吗？重点是哦，他朋友在他隔壁，叫我帮他拍照。出生？难道？难道？我有艳遇啦！不要吧，我的屁屁。看来你蛮想要。糟糕啦，全部4:30禁止入场，现在已经4:30了。糟糕啦，糟糕啦，怎么办呢？最后一天的广州这已经这样结束了。我今天打扮很好看呢。还好吧。去什么咖啡店？等这么久。在星期天，我看老天就是不要让我来拍照吧。我看了，他们才说那个展览已经撤展了。撤了，撤了，撤展了。哎，广州最后一天，重点是今天空气不怎么很闷，我们只能去吃东西啦。饿了，吃一顿好吃的弥补一下我们不好的心情。嗯。又热。遇见喽，突发意外。这都要去书店，可恶！我们来吃中国烧烤，又是高级一点的烧烤。对，放里面了。点了一个蓝莓气泡。看，刚把那个镜片拆掉，烦死了，这透光。看我来。哇，没有看过这个。就你在蛮厉害的哦。我刚才想说，那又从上面下去，应该从旁边进来的。我看蔡彩虹是想念台湾啊，叫卤肉饭，特别很香哎。在中国吃卤肉饭，这卤肉饭对。麻痹啊！我帮你夹哦，你要生菜、啊。不要拿掉。吃一口就好。嗯，很香、哦。他讲的厉害哟、哦。谁讲厉害？他那个美牛血的。很香哦，一嚼就有那个味道。
他讲什么他每天讲到他的卤肉饭，你看我就觉得要点掉。其实我不太喜欢吃台湾的卤肉饭，很油。哦，不是不会的。可是我觉得台卤肉饭啊，越油越好吃哦。是啊。食物都大陆。我把整颗鱼放下来一卡滚。来吃。哈哈哈哈。我刚刚已经吃了一个虾。很好吃的这个虾。哇，鱼好棒的。鱼肉。不好吃啊！喂，那个给别人口感，你自己吧。那个西北辣东西，哇，我爱。我都说味道辣椒粉。啊？辣椒粉味道呀？不是啊。嗯，刚刚很好吃。很好吃的，跟各位讲这个名字，看到吗？它叫 Yes Spicy， 它中文叫夜市 Spicy。忘记它叫 Yes Spicy， 应该是很辣的。嗯，还是鱼。这鱼是真辣呀！我们回到酒店啦。这就是贵宾，家门已回了。酒店了，神经。我们现在要准备收拾行李，因为那个人买了早上六点飞机的机票。没办法啊，回去做工啊。这一次的中国旅行非常好玩。不好玩，今天好玩没？今天不好玩 ，OK。下次我们想要去一个可以比较体验的，没有，我们不要再去城市了。对，我们想要风景区。城市好无聊啊。好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亲一个，可以闻。那声音你干嘛？很洪亮。对对。